地艺文团体演出客家歌曲舞蹈，还有艺人轮番上场演出，即使下雨依旧不减乡亲热情。竹田乡公所为陪伴乡亲共度中秋佳节，特别办理盛大的联欢晚会活动，邀请多组艺人歌手带来精彩表演，现场热闹非凡。昨天乡长吴振中除了感谢乡亲支持活动，也强调近年公所积极投入地方建设，建议逐渐到位，期许未来地方交通建设及观光都能越来越进步，观光设施也越来越完善。所以要用心把咱所有建设吼，现在目前地产吼已经超过10亿的预算吼，来坐落伫咱地产啊，地产会愈来愈进步吼，咱的西北桥吼已。变个单行道，变个会佫加一条路出来，吼咱的义大，吼，啊，吼咱的，吼咱的交通啊，愈来愈方便，啊，道路拓宽，啊，佮咱的，啊，甲顺这个机会，啊，甲大家报告一下吼，咱的过桥啊，大桥有啊吼，吼咱的县长迄边嘛有讲，10月份就会动工，啊，咱年底过年春节有啊吼，啊，春节进前会做一个便桥，啊，吼咱这便桥就互人通过吼。联欢晚会除了有精彩表演，还有市集摸彩等与乡亲趣味互动，大伙儿不亦热乎，享受亲子同乐的团圆氛围。现场来宾也一起合唱《感恩的心》，感谢乡亲的支持。未来公所也将持续办理相关活动，期盼让竹田乡变得更美好、更进步。感恩的心，感谢。记者卜婷、张志豪采访报道。